好啦，咁啊又到星期五嘅呢個圍爐全球人啊，咁啊等大家入嚟先啦，咁啊繼續呼籲一下啦，咁啊繼續訂閱啦，訂閱我哋頻道啦，而家我哋慢慢即係穩步上揚啦，咁啊我希望每一 part 即係叫完之後咧都有人啊，即係可以訂閱，訂閱係最重要嘅，咁啊記得撳個鐘仔啦嚇，咁啊記得拉落去撳全部啊，全部你先至可以收到即係我哋所有嘅資訊，咁啊記得同埋咧，如果你係想每月支持我哋嘅話咧，可以 Patreon 嗰度啦 ，Patreon。咁係一個月供計劃啦，咁就係小額嘅都可以係繼續可以選，咁可以繼續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，繼續呢啲好重要啦。咁仲有咧就係可以一次過過數啦 ，pay me 啦，轉數快啦，98627332啦嚇，咁你聯絡翻佢咁得啦。咁係啦，咁啊亦都現場試掣嘅各位嚇，快啲試下個掣。咁我哋希望真係見到啦，多啲顏色咁樣嚇，我哋五光十色咁樣。咁喺度多謝啦。咁啊今朝收到位聽眾就係入咗錢支持我哋啦，亦都一路都有人都用 pay me 同埋啲名咧。即係我一個月內 mark 落去咧，佢都不下五六次有用 PayMe 過數嘅，一路 mark 落嘅時候，半個月計一次都好。咁一路都多謝呢啲用 PayMe 支持我哋嘅聽眾啦。咁另外我哋嘅10月20日嘅霸氣生日犯罪咧，係犯局啊，冇講犯罪，佢係敏感啦。咁啊，暫時我初步計算過咧，報咗名嘅即係大約而家就係22個人嘅。咁但係呢個係好初步報名嘅，有啲有份上次去嘅都未報名，或者啱啱有啲人問我啊，我聽日先覆你啊咁樣。咁啊，廿幾人加埋我哋25個人，我諗大約30多人到。咁30多人絕對都應該差唔多係包場咁滯，可以話。哇！包場添啊！咁你30多人啊？阿黃景文，因為佢本身嗰度亦都晏晝有中間落場噶嘛。哦。咁所以大家都放心，係好 private 冇客嘅晏晝嗰度，好私人嘅，好私人嘅。其實基本上我嗰個地方係都幾，大家可以開心咁玩，我都好準備咗好多獎品啦。咁啊即係吹下水啊，傾下偈咁。有時間就報名啦。我知，因為而家踏入10月啦，都差唔多啦。因為其實都係10月頭啫，因為10月20日嘛。咁我相信人數唔止30人嘅一定嚇咁咯。咁啊，翻嚟現場。現場出事嘅現場啊！咩事啊？全世界出事喎而家，出事咩事啊？究竟中國人係咩心理狀態咧？快啲研究一下，即係全球襲擊喎而家，好似係佢全球恐襲。唔係好大壓力咧，唔係好。